无分科考第十九天，我们今天从5800中验营地去向6350进发。现在是早上8点，5800的营地，牦牛队这会儿要打包5800营地的早餐：馒头、鸡蛋、榨菜、鸡翅、稀饭。吃完早饭，我们准备向6350出发了。现在早上9点钟，从营地出发了，东荣部的冰塔林，看到那个山尖尖的地方就出发，非常壮观的冰塔林。这是我们的牦牛队，比我们出发晚，现在已经赶上我们了。等一会儿我们就要下到前面那块冰塔林了，这边也是冰塔林，我们在这个中间的冰淇淋上走着，下到冰塔林了，看这个特别壮观。继续出发，看到珠峰了，我们的营地就在山脚下，巍峨的珠峰就屹立在我们营地。6350营地的第一顿晚餐，米饭、炒油白菜，就是酸菜炒肉、土豆炖鸡、菜蛋花汤，看起来不错。这是餐厅，啊，就是